家好，感谢 HiSkey 以及主办方的邀请，我是 Snowmist 的合伙人兼产品负责人 Keywolf， 很高兴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 Snowmist 在最近几年关于我们在区块链安全方面的一些积累和我们掌握的一些这个经验。首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我们是成立于2018年，然后目前的话已经服务了很多全球顶级的客户，也包括香港合规的 HiSkey OSLO， 还有目前正在升牌的十几家的这个客户，都是我们去协助他们进行安全方面的这一个服务的。同时的话还包括很多全球顶级的公链啊交易所，也包括去中心化的钱包、插件钱包等等。那我们的话是做的比较综合的一个安全服务的这个公司，我们不仅可以给这些区块链上面的这些 DeFi 项目啊、中心化的项目、交易所啊，包括一些托管的钱包提供安全审计，同时我们还能够给底层的这个公链还有这些去中心化的这些钱包啊，或者说是中心化的一些钱包啊等等的去提供这方面的安全。同时的话我们在传统 Web2 安全的这个Red Teaming 这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能够给我们的客户站在一个黑客的视角去检验他们整个团队的这些员工的意识，然后线上啊等等的生产环境的服务器的这个安全啊。同时的话也包括一些 consulting， 还有我们也有提供反洗钱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反洗钱的这个 SaaS 平台，还有我们反洗钱的一些服务。啊，接下来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针对不同的项目它可能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以及我们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有很多都是我们开源的这个解决方案。首先的话大家可能在一些资讯啊或者媒体上面能够经常听到，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什么项目被黑，或者说平台被黑，或者说有一些平台跑路啊等等。那根据我们的这个一个 Hacky 的这个网站，我们统计了从差不多比特币诞生后的这个两年，2011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根据我们的这个统计，目前的话累计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32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的话我们这一个统计都是基于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的这个币价以及对应的这个来计算它的损失的。那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个针对整个2023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报告，可以从统计报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在整个这个2023年一年里面发生最多的这个安全事件的这个领域，其实也是集中在 DeFi， 也就是说金融领域，中心化的金融 SEX 以及去中心化的金融 DeFi 这两个领域里面发生的这个安全事件是最多的，是一个重灾区。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去统计这些安全事件的这个原因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其中第一个数量上排名最多的话是 rug pull， 也就是一些跑路的这个事件。然后第二个的话类型就是一些资产被盗的，那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个人的这个钱包助记时泄露，或者说是一些平台他可能也遇到了一些攻击，然后导致他平台上面的这些热钱包啊，或者说平台上面的一些托管的资产被盗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Medium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去找到我们发布的这个2023年整全年的这个安全区块链安全的一个报告。接下来的话去和大家分享一下针对这些中心化的这个项目它可能会有存在怎么样的一个技术上面或者说合规上面的一些风险。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团队差不多在6年多的这个时间里面去总结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这个事件。首先的话是我们在这个中心化的系统里面，因为我们想要去对接链上的这个充值，我们都需要在系统里面实现一个充值的这个系统，它需要把我们数据库里面的这些用户以及我们区块链上的这些地址来去做一个这个匹配。那在我们去处理链上资金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假充值的这个问题。我们团队目前在这方面有很多独家的这个积累，像我们之前就披露过了，像 Omni USDT 在前几年，然后还有像 EOS 瑞波还有的话像ERC20 的这个 token， 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门罗币啊、以太坊也有，然后 Filecoin 等等的 TX 等等的这些链上都会有一些风险。如果说我们的研发在对接这个钱包充值系统的时候有一些参数没有检验到位的话，它就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心化的项目，它其实最怕的，或者说黑客它其实最想要拿到的也是一个热钱包上面的这个资产。那其实从表现上来说，可能是热钱包上的资产被盗了，那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攻击者他可能一方面有可能能够从你的服务器上面入侵了以后提取到在一些内存里面提取到一些这个私钥啊，或者说是一些助记词。那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它可能没有去突破你的这个钱包的这个签名的系统，但是它可以去处理一些冲就是提币的那个风控系统里面能够去插入一些恶意的这个数据，导致它可能可以伪造一些用户的充值，或者说直接去绕过你的风控啊，能达到这样一个从你的热钱包里不断把资产提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针对中心化项目，特别是交易所的这一个攻击，它其实都是首先都会先通过社会工程学的方式去对整个团队，例如说交易所里面的这些负责上币的这些商务啊，或者说是一些客服的这个人员去给他们发送一些这种钓鱼的邮件。然后最近也有曝光出来一些更高级的，就是针对你整个项目里面的这些研发人员或者说技术人员，他能够去用一个高薪招聘的方式去让你去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让你去安装一些这种会议的这个软件。那这个软件有的时候也是存在这个后门的，它能够长期的去控制你的电脑，当你接入到整个公司的一个环境的时候，能够去利用它自己设备上的权限去扫描你的代码仓库啊，或者扫描你线上的一些研发环境，或者说是内部的一些研发环境和线上的这个生产环境。然后第四个的话，最近也有出现很多，就是美国那边会制裁一些，如果说你这个平台没有去对接良好的一个反洗钱或者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它也会去打击这方面的一些平台，因为它为整个朝鲜黑客啊，或者说这些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便利，导致很多的资金被这些平台所清洗，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掩藏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针对这个中心化项目面临的这些风险，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也包括后面我们一些开放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预算，以及说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可以去找一些第三方的安全团队。例如说我们在整个中心化的这个项目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安全经验，我们服务的这个合规的这些交易所都已经达到了几十家，也包括一些资金托管平台，那管理的资产也是非常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一定要重视我们内部的这个安全培训，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攻击，它都是起于整个企业里面的这些员工他的安全意识不足，可能在一些例如说有一些加薪啊，或者说放假的一些这个邮件，他可能点击进去，然后去输入了自己的一些 VPN 的密码或者等等的一些这种方式，去泄露了整个的一个权限，然后给这一个攻击这个黑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些这种项目，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些red teaming， 这个在传统的 web 2的这一个安全圈里面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服务的一个形式，能够让安全团队站在一个黑客的这一个视角，他会从这些公开的信息上面去收集你员工的信息、员工的这些邮箱啊，以及说你团队的这一个组成，然后去站在一个模拟黑客的这个角度。但是我们去做这一个 red teaming 的时候，都是基于客户已经授权，而且我们都会点到为止，不会去做这种有伤害到资产或者说有泄露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建议去做多家的这一个反洗钱或者说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对接，因为实际上像亚太这边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洗钱的方式，其实在很多的在欧美可能会更加重视暗网上面的一些这个marketplace， 可能有关于一些这种枪支啊或者说是毒品的一些交易，但实际上在亚太这边有非常多的这种灰色的这种产业，它是在一些 Telegram 或者说是一些这种论坛上面去存在的，所以说也是建议客户们去选择多家这个安全的这一个方案。那我们的话也是提供了一个针对所有的这些用户都能够去使用的，不管你是一个大型的项目还是一个小的这个项目，都能够直接去对接我们的反洗钱一个方案。它提供了这一个30天的这个免费试用，可以直接去追踪这个资金，也可以去调我们的 API 去做这个 KYT 的这个分析。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在 GitHub 上面开源了一个针对管理这一个资产的一个解决方案，它汇总了很多关于你线上的这个热资产，或者说你的冷钱包，或者说你去做一些投资的时候如何去评估这个 DeFi 的这些项目的这个风险，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打开我们的 GitHub 去阅读我们的这一个材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说完了中心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再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在去中心化这些项目的一些这个风险。首先的话，大家都知道去中心化项目它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智能合约，那智能合约的这一个风险也是非常多的，而且现在也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安全实践，大家都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学习。然后第二个的话，项目在运行上线以后，它也会面临像刚刚提到的一些私钥被盗的一个风险。如果说被盗的私钥是整个 DeFi 的这样的一个合约的一个管理者或者说是一个 owner 的这个权限，它也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利用这个权限可能可以部署一个恶意的合约，把你整个池子里面的资金都给它转走。然后第三个的话，之前也有发生在 Sushi Swap 的一些项目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开源的项目也会有一些人恶意的去获得你这个项目的信任，当他成为这个 contributor 之后去提交一些恶意的这个代码，然后的话也会出现对应的一个风险。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一些我们的这个价格来源都会依赖一些预言机啊等等的，那这里面也是需要去重视关于我们的这一个项目所使用的一些这种价格来源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机，进行一个多方的这个数据的一个综合，来确保我们整个的一个项目的这个运行。那关于这个去中心化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一个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安全审计，以及说一些 bug bounty， 因为现在 bug bounty 和安全审计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赛道了。除了我们，也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公司能够供大家去选择。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去管理平台的这些权限的时候，尽可能的去用一些这个多签的钱包，或者说 NPC 的这些钱包。然后第三个的话，也可以进行完整的这种链上的这个安全监控，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攻击，从我们的经验来说，一个攻击者，潜在的攻击者，他都会先进行一些尝试，所以的话，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合约或者说你的链上面有一些异常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去做对应的这个分析和监控。同时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针对整个 Web3 的一个项目，它项目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以及说它的一个项目上线以后，上线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实践，也可以给整个的这个研发整个的项目团队去做相关的这些培训，我们这里都提供了开放的这个一个资料。然后的话，我们也针对所有的这些对安全感兴趣的一些人员，也包括我们 DeFi 项目的一个研发人员，他也可以站在一个安全审计的这个视角，我们把我们整个公司新人培训的这个材料都给他公开了，大家都可以从这个材料里面去学习如何去成为一个安全的这个审计人员，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对自己的代码自己项目的代码进行这个定时的或者说不定期的这种循环的这个安全审计。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投资者，因为所有的这些项目最终的话都会落到这个个人，那个人上面也会有非常多的风险。其实排在第一个的话，也是一个钱包被盗的，这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情况，就是说你可能如果说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你可能去百度啊或者其他的搜索引擎上面去搜索这些 ARM token 啊，或者说是 trustworthy 的这些名字，也可能就会下载到一些这种假的钱包。你尽管你备份的助记时备份的很好，但是因为你下载的这一个钱包是有问题的，也会导致你的资金被盗。然后第二个也是针对很多的项目，你有 log pool 的话，也需要谨慎的去识别。那第三个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在 Twitter 啊、Discord 还有 Telegram 上面都会有很多人去给你发一些消息，或者说你在 Twitter 上面去看到一些别人的这个评论，它可能是有认证的，黄色的认证图标或者蓝色的，它这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假的，也建议大家去安装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插件啊，确保整个大家的访问的这个东西不会遇到有这种问题。然后这一个的话，是我们整个团队以及我们 founder 去写的一个开放的书，它中文名字叫黑暗森林手册，也是在 GitHub 上面有公开。所有的内容的话，我们从围绕着钱包的创建、钱包的使用以及钱包的备份等等这些环节，去公开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经验，以及说对应很多的案例，如何去识别这些钱包啊等等的。后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更新，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然后的话，如果说大家有遇到一些资金被盗啊，或者说是有一个资金损失的，可以联系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目前已经和一百多家这个平台有合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这个反洗钱和风控的这个能力，及时的去通知这些平台去冻结这些非法资金的转移。那当然，冻结到非法资金的之后，还需要受害者去进一步的和这些平台去和这执法机构去建立这个联系，需要提交执法机构的这个材料以及和我们的这个合作，然后把这些材料提交给这些平台，才能够有机会进一步把这个资金拿回来。好，以上的话就是我的分享啊，感谢大家。